因为我本来就其实算是他的书迷，我喜欢看他写的书，《小时代》的书我也有看，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啊这种特别悲的这种我也有看，那所以我就挺喜欢他的这些书的。那后面这部戏找到我之后呢，我就立刻把这个《绝技》的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，啊，看完之后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，他的这个里面那个世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他自己的制度挺过瘾的，那当时就决定去接了，嗯。